官，如今要逼我砍在九树一青天，准备大两虎。这就是爱给你小小家己，枉为你梁王的地位啊！啊！云翁，你开我的胸襟，今次为君心头凉，青天也万会高兴，希望平安下苏花香。望君平安回乡里，不变青心为君啊求你。到底你也爱的哪位？只求会当来看对。这个小哥个性真坚强，我拢受人家己，伊竟然偷走离开，伊兄妹的情分，我强加亲情，出到龙江会去了代志，若是叫恁儿发现，岂不是真危险？另外，兄妹心切，四方去找找，若甲这栋金也无倒转来，我的心肝实在真担心嘛。水都游游来游去，转哇！我唔知影讲水底生活就是安尼死，那边看起去有深啊，黑啊，啊，佫有迄水嘟嘟的，迄唔知啥会飞其他来，哇！水底就是无同款，一间。到尾风涨落，个生啊要生啊要生，佮咪就是我迄好巴士在讲的，迄只就是迄水之江，水之江嘞，我来这个人滴个，甚物人甲你入来，甲你入来，奇怪，哪有声音嘞？你，我是梁辉，梁辉哦，好奇怪。为啥有一个平凡人，有这能耐来到龙江吹笙啦？哦，贵客入门，面前可是因君到来的哦。对啦，我就是半中途撞到妖怪，我哩家财就是连忙去金关给我解救。我两个人即摆是外贴的，嘛是呢？是安尼呀？对啊，果然是贵客，人家的人王。你今仔日既然经过我的军哦，今仔日两边两王平安无事咯。当然嘛平安，也是在甲我讲，我有台要求，要来到水之江，用我三天的时间，我第一天算了了啊。迄水底吼，我嘛唔知影倒位好佚佗呢。做你放心，一定有三天的日期，你拢到位，我以礼相待。我若不在龙江，但我天上是善好，地下那是恁的皇家。虽然风景内高，会用讲如同世外桃源，阮龙江景色嘛真好，你着尽管家带落来。真细个吼，是啊，迄鱼仔有诶，搁会讲话呢。啊无安尼先啦，我是还甲恁恁王，我来甲遐鱼仔做好朋友好啊。这鱼的水准，你唔通来看轻因，因是拢有修炼的人哦。是安尼是哦。开口讲话，要不安尼，你王，喂，我的军王不在，你王你看，这去，遐就是阮的龙江，你先去休困。遐有一个名城，哇，这个做啥蛤蟆坑呢？遐有鱼的水准。一定好来给你款待呀！你困在遐内底哦，你去遐试看卖呀嘞，万不拢真奇卡。真是哦，我来试看卖呀，我来试看卖呀。你拢
伊，阮就会好来招待呀。用气功，不用气功为了有钱。天尊出世是多，中安城需要降雨水，明流王降雨水，降雨施神，这是咱主持乌云图，挑时降雨珠，下来三地需要有，下我七地无客书，客至吉平。要来降雨水，快叫玉姬进行啊！是安尼，那安尼我回转天庭，叫玉姬奉上，请。嗨咯，代志哪来得这么突然呢？你我不在灵宫，现出是玉帝，竟然一对玉姬爱你我降雨水。就在刀门城之处，我是要安怎样？我是梁飞，我无法度上高一个降雨台，我是要如何打算咯？尊高人间，水中游，可比人情啊？相伴，水中游，思念烦恼啊，无怨尤。我听夜莺声。毛主席讲，会当亲像我鱼仔同款，日水底游来游去，都唔免烦恼呢。是讲游久嘛会忝，迄若游泳了拢爱食物件，嘛都有淡薄枵枵。我若甲讲我要食海产，唔知会甲我打屁，啊无你再来等我买呀。我想听一定来听。两位，是
听风声，唔知你来做这个娘娘，也是咁大的习惯，招待不周，希望各方上你当多多包涵嘛。那各招待不周啊，你这对待唔像我好好算的呢，很不亲像哦。我有当时啊，你咧我风中啊，拢爱听伊太干啦，听伊讲你跟我细细念细细念，来个家大家都会陪我唱歌。你是真天真，既然呐、啊，伫这个娘娘，你感觉真好算，有时间。你就时常来这做客，真实嘞吼。杨哥，杨威，你是安怎样？哪会看你愁眉相锁，忧头苦面？虽然我是受毒人，嘛是有不如意的时阵，我遇到困难，有所伤痛啊。什么？做事的人嘛有困难，嘛有烦恼哦。当然啦、啊。那这个先无紧啊，既然迄老大是要我思想着，甲你斗三工，跟你讲出来，不管是十兄，也是二十兄，我帮你斗完事人，一件就可以。什么大事哈？建筑师令我不再用姜，放菜，用大地一对玉子到位，爱搁在东门城的蔬菜，要降低雨水。我是一个努力有所背。想要降水台，要搁那无去死去哦！连王偷走离开龙宫，玉帝无了解，那好知影你不无完成，恐惊你来失身之祸啊！哈、啊，原来是安尼事哦，莫怪讲我遐好朋友无离这个水之宫，恁个任务无法度完成。是啊，那我讲我做，一摆人间需要雨水。你是冤枉，当然一定有迄个能耐，真实哦，我才来拜托你，放心，无问题，真正的，安尼太好了，你来当你无完成，相信对当了解呀，这种的结义，也拿你心照看，你都先酒好了，我不要啉酒，这是降水办呐，降水办，你是家客的，你听详细，等下呢，我会送你上风，哦，到梦想的所在。你会听详细，也就是这个降水板下来，你只有给第三滴，这水有三寸。哦，也那下话，你就给第七滴，这水七寸，袂当加一滴，嘛唔好减一滴哦。放心，这对我来讲，单单单单这小 case， 真正是。今仔日恁有爱家己无完成在无？啊，我袂落去个公务台。来，你先出来，你面看头前。哎，啊，啊，你有啥物菜吗？阿尼啊，系啊，阿尼真危险呐。哦，阿尼要离开。我送你个情况，怎个情况？你把手放起起，面看头前。好，急急落雨，你再看情况。非非常感谢哦，啊，感谢咱张小姐，也对咱龙华歌剧团爱赞助啊二加二啊四包的大红包，也尊重咱张小姐啊身体健康，和你青春活泼又美丽，红看起来永远都是十八岁，感谢你哦，张小姐，谢谢。迄无代无志，迄一阵拢亲像咖喱风，共我夹起来，脚踏地啊！这就是降舞台哦，哎呦，甲准备上降舞台。两位在交代，这降舞台、降舞板，我会最爱甲声来，哇！哦，想袂到讲，这看落去，就是阮人间迄间我咧住的。哦，迄人啊，拢都像阮狗爷同款，迄只甲只尔尔呢。哦，我好算的啦，好，先来甲第三滴皮，三滴了，先我第七滴。
未歹，哇，这边多七个，那边三个，是讲奇怪，那干锅饭内底水也无介济啊，第三滴、第七滴，我哪有水通好用？啊好啊，唔得卖，既然哦，若是要让我无丰收，我咧时常拢咧欠水啦，啊无安尼先，全部干锅饭拢甲滴落去。这个扛扛扛，啊！你想我倒水塘了吗？转下去找两位。Hello Hello， 想不到一个人滚输着你哦，既然重新干我台，强调干我办好水双河道，如今还提出来造成一片水灾，这些心胸不错，祖国爱乡的好哦。即将河水，水路完成了，才有加强的了。百姓爱吃这个，你话这边一碗不夸张的，上下内是水一关，也是水一条，任务出发，让人变得多种香甜了。喂。为何河水何人来到？祖国已不老，在心田。顺利无？当然咱顺利啊！三公后，我要倒来聊你故事啊！是啦，一日无滚天下大乱，你都爱说你哦。我知影，再见，拜拜。有时间接过来，再见。
天地呀、啊。紫金官，既然入珠江河水，紫金官乱江河水，造成长安城百姓死伤惨重。我奉了智良神，要抓你斩仙大斩首，上天上。那个。Thank you.
用，环境好利用。就像这个就是咱水果料，水的山都到位。想看卖啊，有啥物办法啦？
小姐，你今国府归都，现出新面色，四只四多只多，请将本娘王出来无性命哦！安尼是要安怎？你当然爱救我，我希望你跟我斗三公，赶紧的，我到天公庙先写素文，禀那个皇兄弟，我一定只出来事情，不是我所为，就是你连官所做。然后呢，无怪一时三刻久，我到咱平安无代志，不但其事，现出新义良心有欠，随便对看你来，你快快往前香公庙，找出义良心的坐骑，自在的坐。